地方没有地方可躲，你是很宽，而且是一条直路，不行，得赶紧离开这儿。人都会比较贪图安全的地方，其实现在这儿是安全的。哇，你看没有，猎人，我得先把猎人躲掉，我才能想去集市的任务。猎人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猎人根本就不来这儿，我只需要安安静静的在这坐着，最起码能坐30分钟，但是我不会这么做。猎人刚过去，应该安全。挣扎的是，我要继续待在原地安全呢，还是我要出去做任务？有一句话 No 作 No dead、啊、走。紫霞仙子，你好，你身上有没有一个凤头鞋？凤头鞋呀、啊、有吗？你是把皇上喜欢背的吗？啊，对对对对对，皇上长得就是我，告诉他，对对对，是吗？跑不动，跑不动，快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哦，在那儿，在那儿，快快，皇上可爱你了，对呀、啊，他就喜欢你这款，对呀、啊，哎，小何人，让他们进来，啊，快快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又有蓝公子了，哎，你好，公子，您的眼光很任性啊，还行吧，姑娘，你也是过来试鞋的，是啊，皇上找我。小德子，赶紧给这位姑娘试鞋，来来来，试鞋试鞋，慢点。你起来！哎呀，哎呦呦！小德子，啊，我这不合适呀、啊，来来来，姑娘啊，不是我们要找的人，赶紧速度退下！把他给我带上，可能会不是呢。他会暗杀我的，我告诉你！快快快快快！我呀，他怎么看到我了呢？我已经都在这儿都松了一口气了。